什么和东东啊？不知道，唱《浪哭》。哎，这应该是三的。欧文，欧文，开单是不？烧完了吧？真的？竟然你憨？竟然我憨？你超憨？不可能！那都正常运作吧？可能那我先来吧。放高。先把牌组放到右边，破法者，你觉得把东西放在火上烧可以烧多？看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像小夹子，可以啊，真的，真的。变黑黑的，那是因为你上面有残留一些碳，该讲糖类吗？碳水化合物。不是因为我挡住蜡烛的空气，让燃烧不完全。哪有那么容易挡住蜡烛的空气？但我只要上面放东西很靠近这样，那上面就会被熏得黑黑的。是哦。没有啊，因为东西都是那个啊，碳水很多东西都是碳水化合物构成的啊，像纸也是碳水化合物啊。那玻璃就不是了吧？玻璃不是啊。对。玻璃有被熏得黑黑啊。有。啥时关台？关台后来打桌游。关台后我要去看海绵宝宝电影。好吃。你的那个法杖现在好像超贵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去哪里打桌游啊？四点半之类的吧，这么早？六五点十分见，如果没错的话。在哪？在不知道在哪，大家看一下。开始喽！耶，好熟！这两个是队伍大怪。暗孔暗是很好的那个，该怎么说？很好的 tempo 牌啊，因为这一张牌可以换两张牌。不过虽然应该是希望能够再换到更多好处，
趁到暗狂让他一直东西，然后他这个报复就不会 buff 出来。那考虑要不要捅他，还是算了，加聊聊。等一下喔，我同时有好多事要怎么处理。好烫，会烫到。你在玩火，但会不会烫到啊？我要考虑一下。看美丽华的，他好像不太叫我。是哦，但闻到有五个怪的香。可以考虑捅他，可是如果这样，如果这是救赎的话，就会亏分。所以应该。他肯定就是、哦、我知道是冰箱的味道。是啊、哦嗯、是有一堆水果跌到四十页以下。哎、欸、好吧，七分应该出这两个，这样应该蛮难出，也就大家有神圣精神。第五章出来以前，应该都不会去碰那个游戏。你说第四章还是第五章？我想想，唱完应该戴耳机。第四章快出啦、啊！我们俩都在打广告了、OK，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给他死。黑铁跟他是毫无作用的。是八费，可能是黑暗教徒，神人精神，黑暗教徒。这马叫不行，还要撞这个。加入我死亡，先抽一下。我死亡后加入。这样可能让他去死。或者是就治疗，然后神经精神。
I am the knight. 我觉得可能是你二十的做法。是哦。才不会发生这样子的勇气。加聊聊，加，我已经上了，我已经上了，我已经上聊聊了。然后我先来报道。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放在他身上吗？诅咒神教准备，然后想办法再用他来抽牌。可以，来啊，邀我啊，请邀我。你也没有上啊，为什么？还真是你分身。哇，更多这个！我的命运已经注定。所以应该是这样。到底是安安？安安安安呢？我是实况哦，谨慎，我知道啊，谨慎发言。好可怕哦！还好，完工了。安安安呢？对，是有回音啊，真的有回音啊。我是实况，我不止。你是在听我？你是在看我实况？我没在看了，我没在看了，好多重复的声音啊！准备修复。来报道。我的盾为阿古斯。哎，你要打多久啊？阿江。啊？打多久啊？我要去看电影啊。哦。早说嘛，我还以为正有问到你了，你才进来的。没有啊，现在陪大家聊天啊。哦耶！你要几点要去看电影啊？四点二十要出门吧。哦，所以不会开很久。这群人都好忙哦。开始上班就很忙啊。很忙，然后现在在开实况，然后开实况也是这个生活一部分的。然后又要看电影，结果。说的好像很真的很忙。哎呦！你都在干嘛？安度因，对上安度因。现在这等于说在看动画，我还在玩游戏，我在看 Facebook。哦，今天对大家的动作了若指掌啊，因为他们持续这个动作持续很久了，他们一直没有换过动作。是哦，第四章的广告已经出来了，我还没看到哎。对啊。你看哪里啊？米娜已经在广告第四章广告啊！真的哦，嗯、绝症三成。什么第四章 ？POE。哦，你们还有在玩 POE 哦？有，最近有没有在玩？你们都只有在玩炉石，你还有在玩 POE 哦？有啊，他还给我借装嘞。啊，谁可以还你？我们不玩了。没有啊，就那个还是你们是在玩台服还是台服吧？那、啊、是国际服哦。哎、欸，下去。这样子。想要炸些东西吗？礼尚往来。必须要仿一下费伦，
是叫什么 ？Age of Wonder 三代。Age of Wonder 单机游戏哦。魔幻世纪。魔幻世纪。战棋类的游戏。啊，你有兴趣吗？我也搞不太清楚他到底在干嘛。你就想象一下以前玩的什么，比如说像。曹操传啊，就那种战棋类的游戏。哦，战棋类。为了十字军。电竞公司天鹅堡的真正的桌游，我玩过电竞公司啊，电竞公司还蛮好玩的。我喜欢玩难玩，啊，应该有实况，你算一算吗？啊，那根本算不太出来，因为那个后面回合太多，我想到的东西太多。你说电竞公司啊？对啊，无解赛局啊，解赛局。电竞公司是排名前几名的桌游啊？是吗？嗯。来，我们新装团。哎、欸，潘小安，昨天郑宇亨摸到一款桌游，哎，摸到一款桌游。对啊，昨天我们去电玩展啊，哦，是哦，然后他那个参加比赛拿到了第一名，所以拿了一款桌游。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人家现在叫亨哥什么阵容？啊，对对对，亨哥，对不起，亨哥，对不起，很娘嘛，不要找我猜拳啊，不要找我猜拳，没礼貌哈，不要找我猜拳，对不起，是猜拳赢的吗？而且赢得很斐然。会赢就好。就我们三个人啊，所以然后就是我们就出三种不一样，然后郑宇就赢，然后郑宇亨就赢了。然后他第二回合去跟人家单挑，然后那个他先猜输了，结果他就说哦不算啦。不是，人家不是说我不算，是那个小姐说不算的吼。他说不算啦，然后就重猜，然后郑宇亨就赢了，耶、yeah, 我赢了，然后他就拿了。亨哥太强啦，是有点白目的感觉。哎、欸，那不是哦，是那个说电那个厂商小姐说不算的，不是我说的。真的，不要烂啊！你一前期就开始口急，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啊！口急也不要欺负人家啊！真是的，这样不好啊！真的，没有啊，峰哥，冲进突破口！
然后美岛帮我们有出新扩充哎，超好笑、哦！我们两个看那个新扩充，我们看得很开心，笑死！我们看新的角色卡，然后一直笑，超斐然的。是无敌党阵吗？不是，另外一个更新的扩充，别让的，叫什么？别让导演好了，叫做别让岛主不开心扩充。有那个啊，就科批那些最新的，这斐然的。还有菜植物啊，菜植物，寄植物啦。哦，寄植物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太不专业。还有什么？干，我觉得魔法少年最肥啊。寄植物，切割果实人。还有那个什么，侠盗猎车手。根本智障。少神的星星。然后，就这样子。神神神神。我现在应该出这个。现在应该出这个。我真紧张了。本人电厂无敌，欢迎单挑。怎么有人那么秋啊？大家被抢，快去跟他单挑。电厂反正感觉超难玩的、啊。我没看到第四张广告啊，哪里啊？没有吗？你要看 Garena 的啊？为什么？就是 Garena 先出我，我说怎么官网都没有，怎么那个？我就不知道 Garena 已经在广告啦、啊。太帅了、哦、！Garena 已经进度已经超过国际版了。没有啊，可能就放出消息，然后。再见了，慢几步。农家乐跟波多黎各也很好玩，策略系列都很好玩，边聊边打也行。没错。哦，放松的慢慢玩就好。哪里啊？没看到？没有吗？都没有。第四章的那个啊，为什么郑宇亨的那个聊天标志前面有一把剑？他是那个啊 MOD 啊。哦，这么厉害！你想当 MOD 吗？不用，我不会管。我也其实也不用怎么管啊，对吧？我也才会有白目。没有啊，最多就三十四十个人，而且都是台湾人，应该就都只是好玩而已。看刚就有一个，感觉就有个外国人啊，一个憨憨走掉了，对啊，什么我是夜晚，然后就什么 Catman 的，哎，真的没有第四章吗？可理论上，第四章应该是今年要出，没有错。理论应该是啦、啊，要不然这游戏也要衰退。对啊，优一感觉也是有点流星啊，之前刚说的不是超红，现在马上就都没人在讲了。什么流星？他在国外红两三年。我说在台湾呐、啊，我说在台湾呐、啊。哦那橘色搞烂吧，我觉得。啊、前错坏错都怪给橘色就对了。
想要玩，想要买雷神锤来玩的，那芯片也超好玩的。什么？你说雷神锤啊？雷神锤哦。哦。人锤还蛮好玩的啊。就是你要衡量一下你的那个血量之类的吧。啊、真的，我现在爆炸。对啊。我把电池脏卖掉，应该就买得起。嗯。还要买那个 Vault Devotion。对，还怎么请客啊？那个、超贵哈。还好啊，18 EX 而已啊。18，没有啊。现在一把电池帐塞41 EX 啊，我在。那我可以还给你啊，你把它卖一卖。可以啊。我昨天打到那个85%稀有度的戒指。85%是啊、你说那个打火机哦？对啊，他们现在 standard 也不值钱吧？两 EX 之类的，没有，那还蛮多的，因为那是顶啊。哦，85是顶。哦，85是顶，没错。哇嘞，差点打错。边聊天边，是吧？差点就打错。哼。先需要点抽牌。其实今天有提前开。POE 是流亡暗道。No， 没事错。七张我留四张。好啊，继续看果青了。好，我把通开那个 mute 掉了。啊，好吵。戴个耳机好吗？对啦。我想想，肯定要你狂乱。在你的实况听到我自己的声音，感到好奇怪啊！为什么？超怪的，而且实况会比较晚，所以就会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听到 delay。为什么、啊、这游戏要 delay 啊？会有人那个 ghost 你吗？嗯，你不是全然是那个关系吧？但是本来线路就会是本来就会 delay。哦、所以其实也没有调 delay， 只是因为新增的关系所以 delay 了这样。对。我决定把你的实况 mute 掉了，因为听到我自己的 feedback 感觉非常的诡异。我大家都在 mute 来 mute。OK 的，不用啊，就直接在那边聊就好了。空一回合也太猛，对面你打很慢。哇！
弹起不大好。像他有树的话，我没办法对付。除了我神抽星空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你。看起来没有树。哎，郑宇恒，郑宇恒没有找你哦。他说最快三点啊，所以没那么快吧？哦。第二张新闻，抽牌比我。对，所以潘兄，你等下有事哦。对啊，等下有那个。对啊，去看电影。GG。想被他转了，你怎么了？不起，我搞我考量不了那么多。到底在扣什么牌啊？难道是自然化？嗯。时讯变很糊，这看起来是还好，不过看一下，这网络超慢吧？其实我搞不太清楚，到底为什么时讯会变糊，时讯没扣。主要是要人命负重，可能要心控。只是他现在出树，我就真的完全毫无招架之力。灰烬，神抽灰烬。0931，自然化、啊，欸，真的有自然化、啊，好像我们抽牌一样多，自然还真的有两张自然化，很小，神光成绩赞赞 ，Oh my god， 这个无法对付。神殿，跟我喝酒吧，朋友。算了，他有三点毒发就算了，或两点毒发，肯定有。就有没有治疗？这样是死一杀，有没有治疗？没有杀。OP， 前面卡手有点严重啊。我这副要不是他有两张自然化的话，应该会
比较舒适一点，没错。安安 Persky， 看起来 还 OK 啊，看一下。哦，这神，等一下，战克把他杀死。嗯。四张，搞不好我应该留那个一费。可是我其实七四出一个四费几率应该也蛮高的。谢谢你雪人。什么时候、什么时段打特别难？觉得我是没有所有时段都打过，不过我觉得下班应该是刚更新完，或是刚更新完，或者是刚那个的时候，快要出更新的时候，应该是最难的时候。简单奇迹，又能继续射我。这奇迹，他如果这回没有做什么太有威胁性的事，我可以留到 T 五再做。不知道啊，等冲回期有回应再说吧。好了，原来是这个配送治疗，黑铁跟他没有用。他再送我一张。等下可以再放他在他身上。或者是黑铁这个，然后治疗这个，然后这个的 buff 也可以上来他身上，有机会上来他身上，或者是硬把他上来他身上，可以痛掉自己这一次，然后把他上来他身上。加三，还有七张牌。门已开启。玩的不错。Too bad for you。有声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三用钱币出那个赤光之子，因为手上已经握了神圣精神了。这骑手应该不错。我要选你。好。
你说擦一擦就把它放回来吗？你都讲那么大声了，那不知道你在干嘛。看第一集真的蛮有用手的感觉。可能他会马上把这只解掉，把这只解掉的话，那我就肯定要出炸弹客。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神功神机。这两种缺点是排喷很快，因为等下应该没事做。应该直接解掉，直接解掉可能比较好。对啊，直接解掉应该比较好，因为这样是四张的火象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在小心想用圣功暗影狂乱这一只之类的。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。这只火象我等一下可以吃掉，不过而且它现在可以用这个钻这一只。都不好，雷神安安不开台啊，让我想想，乱出，各种乱出。这手漂亮。好爷们。可以。雪从，来这里。准备好了，长官。神圣精神。放在他身上，除非我抽到
这一点并不要急，没有，我有。我应该会出吧。哎呀！蜘蛛坦克。这其实有超多生命。我想一下，到底要不要放？可是一个22。好吗？交战！交战！放下啊！交战！反正也没事做。38可能比较好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我。闭外奥皮亚来，交战！他可能有烈焰。他竟然还活着，他到底有多少生命啊？是16还是多少？是16吗？这我收下了。交战！不过还有扣一张牌就是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。谁？不当时啊，万鬼皆胆战呐！哇，机械都来了。我的命运已经注定。下哇，狗狗哎、我的命运已经注定。狗狗不错。十对5+8=13。这手漂亮，该怎么做？如果有机会可以自己把黑暗教父给打掉的话，就可以了。你最好不要生抽。
加入或死亡，或死亡后加入。边个受咗伤啊？OK， 七胜一败。这任务总是蛮解不完。你现在为什么要点蜡烛？为什么这边会有蜡？因为我刚把滴下来了。那我可以把它丢回去。对上，但是没丢好。它会反而让它自己融进去吧。圣光会带来胜利。有一张痛给水元素，或者是还是主要是给水元素，痛主要是给水元素，或者是给恰嘎恰嘎。完工了。Follow the moon。还有钱币。好爷们。阿曼尼有办法换掉这只，就他用英雄点点阿曼尼这样。加入或死亡，或死亡后加入。他这样可以抽一张，直接可以拿。就神神星星喽。变羊来的有点早。上到一个其实有点没有那么理想，不过我可以用熊猫把阿古斯弹回来。该怎么做？你雕那个没有融化，它在旁边。是啊。哦，比较冷啊，它无法整个融下去。对啊。你在干嘛？怎么了？冲进突破口。好想玩。跟我喝酒。那玩什么？你不喊一下？完工了。你不闪样啊！我靠！你在干嘛啦？什么？我怎么一直开笑？因为我就有人在，正有人在说憨话啊！你在，
实况吗？对啊。那你还在 Skype 吗？对啊。小熊跟火球。我接受了。你要不要玩玩看？很好玩。不要。你玩火小憨儿。真的很好玩，很像辣的感觉，真的。开启。你有玩过辣吗？嗯。那你觉得接下来怎么样？说那吗？你可以买米克夏吗？你的魔法无法使用。那我想要米克夏。不能吗？体验必须有理由。很好喝。是不是理由？我只觉得英国比较好喝。那我的命运已经注定。你看我成功了。你好棒！你看，他变成一副寒样哎。你确定这样？你确定那样对他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把这个苹果放在他头上。他是丁狗。好歹我是其他观众。男女辣是气氛还是色情？情色比较好听。不能瑞有权限讲话。怎么了？你们对瑞的仇恨值有这么高吗？我应该把这个偷过啊。为什么？啊？算应该留着。嗯。你不含烟哈，你不要把灯那个灯芯弄歪哦。还不会的，就是含烟。我发现天已经很冷。
怎么了？我的命运已经注定。是这样吗？我想喝绿豆沙。伊果兰没有绿豆沙。对啊，你只能喝伊果兰的。谁在跟谁讲话？就 AD 313说他想要喝绿豆沙。注定。那我该让你来照顾他。好。不要一直帮助他快速的融化。好吧。这不要吗？不行，什么都不做。Well met。五个小时，他会全部变成水。ASZXCV27，谢谢你的 follow。我把 follow count 再加一。再发那么值，玩的不错。发射你拜，皇冠钥匙。那你戳吗？你是玩恶魔术士还是什么？对、哦，很好玩啊。那你知道我有组一副恶魔术士吗？不知道，那你觉得怎样？觉得还不错玩啊。那你为什么放弃啊？因为太懒。巨人术比较好玩。那我可以之后可以借你的吗？可以啊，你都可以借我的玩。安杜因对上卡尔洛斯，你看。我刚盖一个渠道，让它顺利流过去。你如果想盖渠道，你可以用水，用水玩就好，你不一定要用蜡烛玩。真的没有泥土。哪里有泥土可以玩？哪里有泥土可以玩？海边有沙子可以玩。哪里？海边。并不是说海边都有沙子，尤其台湾海边。对，有些是岩壁嘛。对。有好的证明。还是小鱼人呢 ？Little Murloc。好看啊。他是小鱼人。诅咒神教准备好。这个还是要换到手下会比较赚。虽然如果说直接打脸的话是可以赚一些，是可以赚一些伤害啊，可是今天一点伤害了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，我的命运已经注定。玩的不错。等一下，我还蛮想治疗的。现在他如果监控的话，其实有点糟糕，所以搞不好出黑铁会比较好，也不很糟糕，因为这个磁身就会发动。让我想一想，最理想的状况应该要出一个。可以痛的东西。怎么了？那哪来的塑胶袋？你都给我那个塑胶袋，你都用没有塑胶袋的，再交给你。神魔子，安慰。你那一次晚上没有收？我放在这里啊。那还是收、哦、不算吗？
简单防科多。不可能放在地上吗？不能放在。就把它关起来呢。还是需要袋子。好吧。三道。那给我。好像有人说不要。偏要。有人想说丢一丢卫生纸进去啊？因为我刚刚擦了袋子、啊。我要考虑一下。这么早啊，努力。我不懂，那我不懂，你会不会很伤心？不过一杯绿豆沙是应该的。有人说他，你很久没开台，你应该补他一杯绿豆沙。那你要加牛奶吗？西矿哥有点太可怜了。就没开台，还要送别人喝绿豆沙。错吧？嗯，他可能有整瑕、欸。为了大酋长，一局。大酋长，玩的不错。我说俯瞰守者超强。都不干肉者超强。因为恶魔不强。加奶太。但他本人很强啊。可是就很难用啊，我觉得啦。就你又要组纯恶魔的话，你就要放恶魔之心跟恶魔火焰。恶魔之心有，我刚刚说没有吧？你可能没有。恶魔之心是什么？就是五费，然后造成五点伤害。如果是有放恶魔的话，就加五加五。哦，我有放那个啊，造成两点伤害，加了加了。冰杖是已经热敷了，还没吗？有啊，我帮我更新了。就要配到那个才强，配到恶魔火焰啊？你觉得很强？厉害吧？真的，
要玩的多大？什么？天哪，快攻汉儿！快攻汉儿！真烦，真烦。哦，哎，你想开发？那你告诉他，好，去了，好，拜拜。是，哎，哦，我要呼救我！啊？这是为何？我想要嘲讽。抽给他抽牌，我可能会马上狙。不过我任何都有可能会马上狙。嗯，我的魔法会撕裂。哦，你有火球，就没差。那就没差了。还有火球。寒冰剑，寒冰剑。寒冰剑必装什么？蛇，我好歹去清一下。哇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九二，他只是出门买饮料而已。我去拿个水。Set 不同人，嗯，先不要留吧，因为这个曲线起来不错，神圣星星也很好。其实我刚刚觉得我可能 T 五就应该要出神圣星星，我要康博到那个版就很让人会很难过。金鱼龙憨。
战客吧，去吧战客。手牌数量应该是一样，多张钱币。等下可以吸引之火，然后再黑铁，叫他自己的四儿。西向公瓦武，克洛格佐尔，克洛格佐尔。还是应该要防一下烈焰。所以我可能要用星影之火来启动这个单。把白熊拿给我。秘密。这样基本上一定会被烈焰吗？也很高几率会被烈焰，因为他要抽牌，这样就是没有烈焰。球，他是丁狗，他是丁狗。哎，郑宇恒，干嘛？陈伟杰打电话吗？没有，一如三点嘞，就打一通啊。伸懒腰你。我觉得看前两集还蛮有有手的感觉。对啊，有一点像，只是就不像有手那个那么白目啊，然后那么卖肉。嗯。我 VOD 都是人家代打，是怎样？这个你要打电话给陈伟奇吗？真的打了。哇，九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很小孩啊？
九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你现在不是九二吗？九二还不错啊，强强的呢，强强的。前面刚来干嘛？没接。知道。嗯。还要留。等下要用北京抽牌。哇，直接裂！要扣很久。北军，你要抽到牌呀、啊、！No！ 现在我需要大牌。是很重要牌。抽牌不大好，将来就是平白无故比我多三个手下，他比我多抽三张牌。再一练，这场就掰了。重点是没有办法抽牌。哎，又爆炸了。好。嗯。可以治疗他吗？那就不小心买成大杯了。是哦。不要难过。好。冰狗小角山啊。No， 这样他也会抽牌。爆炸了。看起来我不应该自己开自己的弹，抽不到我的大牌啊！耶、yeah。做垂死的挣扎吧。中速流的三个人，好像还有我。还有一滴。
音乐城战斗二陷落。对啊，输了。是吗？让大家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羊。烈焰，两张烈焰。烈焰真的有点太强。我两个都输给法师，然后都是因为有点卡牌。我神殿执行者都没有抽到，我还这一副有机会得胜过，真是伤心啊！嗯，那你要开卡包吗？要。好，请来开卡包。没有，我没有春光砖。我这是用空白键。好。精良。你是有100张烈焰火炮啊？我记得。我不知道啊。应该是看不出来有几张，它只会显示9加。我记得有到100张。应该没有那么多张吧？只有3张而已啊！哎、欸，你拆掉了吗？我之前没有。沒有哦，我之前拆掉了。对嘛？我之前把它怎么拆都没有拆，我想起来。我要合东西。OK， 再下一场吧。3213来了。他之前就来了。那他怎么好久不见？不知道。可能想要测试我的记性。